索，等你降落，看你想看另一个我。相遇又错过，把回忆都封锁，心曾被碾碎过，不曾愈合。你眼里的我，倔强又脆弱着，最害怕被冷落。孤傲是我所幸的歌，没完结的悬疑小说，在等你执我手，陪我去续写，续写到结局那一刻。那主角是你，也是我，是我。有着同样颜色的魂魄，你是光明里的我，在平淡的生活里品尝惊心动魄，终于有光照向了我，在黑暗角落陪我挣脱枷锁。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看书啊？万老师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？没有。你不能把什么都憋在心里的。有时候呢，有些事情你越想忘记，就越会出现在你的潜意识里。有时候潜意识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能力的。这我知道。打开它，凝结它。换一个角度的话，可能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了。还没吃饭呢吧？你做好吃的啊。哥，哎，深深，怎么样了？我还想着呢。是这样啊。我呢，托我平台的熟人，按照咱们之前那个东西呢，出了一份评估报告。我打算把这评估报告也给听总，平台的意见听总总是会重视的，对吧？让他们给咱们一个相对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。哦，那你发给我吧。你就别看了，你抓紧时间专心写东西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大的问题没有，还是情感线。他们不希望走这个甜宠向，也不希望看到像市场上大多数项目都会有的那个状态，还是希望走人物情感的真挚的这种，哪怕简单点都没关系，但是方向一定要往那个地方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再想想。行，有什么要沟通的，随时给我电话。嗯，好，拜拜。不要甜宠。
你不能天天在家里憋着，应该出门找朋友玩一玩。我没有朋友，我不想出去。那你就上上网吧，在网上找找学习资料。来，再怎么说也比天天粘在我屁股后面强啊！就听我一次行不行？就一次，好不好？就听我一次吧，啊，听我一次啊！如果当初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有个人出现，哪怕只是说一声加油，或许都不会是现在这个结局。好书推荐给大家。加油。沐浴毛，你好，华丽。你为什么要给我加油？哈哈。因为你的读后感和我一样，所有的读者都觉得这是一个喜剧故事，只有我们两个读出了悲伤，是不是很奇怪？你在吗？你怎么样了？回复，回复，回复。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
借我什么？谢谢你，每个月、每年都有一个问候。在你背后做一个关于你的梦，和你回到很小很小的时候。屋外日闪了很久，你陪着我走了很久，一直走到晚霞盖过你额头，紧握的双手抵过了无数的寒流，是你给了我整个温柔的宇宙。你时刻陪伴我左右，像星星躺在月亮胸口，我们一直走，就这样一直走，在身后一直有你跟从，保护这一生给你厚重的胸口。你时常欺负我，你是我第一个笔友，我不愿意相信你出事了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就算有不开心的事情也已经过去了，对吧？嗯，都没问你怎么样。我很好，做了我想做的事情，很开心。你呢？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很充实。你最后推荐给我的文章我都看完了，还没来得及和你交流呢。现在那些文章都找不到了。我看了，那些作者的账号都没了。没关系，又能联系到你已经很神奇了。可以写在剧本里。剧本啊，没什么，一看都这么晚了，我还有很多工作。我也该睡了，晚安穆一萌。晚安花丽。这段网友我觉得加的挺好的呀，是不是吧？嗯，这样就解决了两个人开窗户的问题，很多话就都能说了，不然两个高中生又不能像成年人一样聊天，很多条件也不允许，不是吗？嗯，确实是。嗯，需要一点机关。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些想法还行？还可以，但是我总觉得缺一点什么。你看呀，前面他们的前世我是看明白了，但你这个设定啊，为什么是女孩先加男孩？嗯，这男孩不是在下面留言了吗？那为什么男生不能加女生呢？男孩子不能主动一点呢？嗯，他为什么要主动啊？你看，是这样的，情感关系里啊，男孩子应该更主动一些，哪有女孩子主动？这算什么？是不是？哦，是这样啊。嗯。哦，这个我就不太懂了。怪不得哈，怪不得你跟我哥能好到今天。嘉诚，你说什么呢你？讨厌。哎，我聊剧本呢。切。挺好的，我觉得女孩加男孩也能成。嗯，行，没毛病。啊。哦。刘老师，不是刘老师，您别这样，刘老师，
刘老师，你这样，杨主任不好意思，我没拦住他。哦，好。回来了，来，坐。下这么大雨来找我，是因为网上的事吧？那些话我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说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怀疑我？你要是现在还跟我说这不是你做的，你真的是在怀疑我的智商。可是我抹黑你，对我有任何好处吗？大家都知道你是从博尔曼出去。你就是想逼我回博尔曼。如果我同意回博尔曼，马上就会有人站出来替我澄清，难道不是吗？你居然这样想的，杨主任，你是怎么做到说谎的时候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呀？如夏，我希望你不要赌气。我来看你了，你想我了吗？我给你报个橘子。啊，我找到他了，他还和当年一样。想起来特别温暖。你好呀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？啦啦啦！我叫刘霞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每次我一看到他，就觉得自己心跳得特别快。妈，你说我是不是爱上他了？哎，他好像遇到了一些麻烦。我想要帮他，就像他从前帮我一样。可是
我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敢和他说。妈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这个机器我已经帮你调好了，但是你拍的时候这个怎么？哎，怎么样？哎呀，一个心理咨询师而已，你说至于我们在这耗这么长时间吗？哎，能持续这么长时间啊，背后肯定有推手，要不然这件破事儿能上热搜吗？是，那老大到底怎么说呀？他说就让我们在这待着，盯死他就行。是，不是，他到底能与谁俩？听说是他之前的老板。哎呀，反正拿钱办事，咱管那么多干嘛？啊，挣钱了吗？对呀，你今天都拍点什么？我没拍着，我看你不是拍了吗？刚才我是拍了点，你看。音频鉴定结果出来了，确实被人为剪辑过，做这个人很专业，而且做得很细，如果不细查的话，很难发觉。这么说，是有人精心设计要陷害刘老师。刘霞和您素未谋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对她的事情这么上心。董事长找了这么多心理咨询师，都是业界翘楚，你一个都不见。这个刘霞年纪轻轻的，我看她也没什么资历。而且你，我和她的事情你不要问。你认识她吗？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过？我已经替你盯她有段时间了，你要是认识她，那咱就直接去找她。你要是不认识，那想办法认识她。她虽然长得漂亮，但是这和她的能力好像没有什么。音频的事情继续查，一定要把人给我找到。知道了。
教练，要不我去替顾旭阳打一会儿，他怪累的，好不好？滚开！我去倒水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刘霞，我是顾维珍，还记得我吗？啊，顾主任啊，您说，您找我吗？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最近微博上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。啊，那件事我是被冤枉的，那个语音是被剪辑过的呀。不管真相是什么，总归这件事情对我们行业的形象产生了一定的损害，希望你能顾及到对行业的影响，尽快消除网上的负面舆论。顾主任，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吧，我越说的多就会越描越黑，所以我打算是不回应的。众口铄金，机会销骨。刘霞，不回应不代表这件事情没发生过。可是顾主任，我跟你说这些，希望你慎重考虑，积极解决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早点休息。大家好，我是心理咨询师刘霞，就是前几日被爆出的无良心理咨询师对话的主人公。很抱歉，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占用大家的公共资源。对于该录音中的恶意剪辑及不实曝光的问题，目前正在调查中。对于关注此事的朋友，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在此，我要对因此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道歉。精神健康的人，总在积极地生活着。制造谣言的人，永远躲在最阴暗的角落，不敢示人。我希望大家都在阳光下爱与被爱。喂，冉冉，怎么样了，宝贝儿？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要不然你今天来我家住吧，我给你弄好吃的。我没事儿，我这儿有好吃的。这么大个人了，不至于把自己饿死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你别往心里去啊，这些脑子都有病。放心吧，哎，有什么事儿能难得着我呀？现在就去找吃去。我挺好的啊。哇塞，我这冰箱里有一整个超市。行了行了，先不跟你说了。你弄点吃的啊，拜拜。
是高兴，是真高兴啊！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说了啊。小强，哥，干嘛呢你？哥，你回来了！啊，知道，你考上的车，考上了再不能喝酒啊！干嘛呢？你知道考上了要干什么吗？干什么？就是要唱一首歌，然后喝酒。你这冰箱里的东西我能吃吗？吃完我给你转钱行不行？不用，你吃了什么回头记得补上就行。真大方。大家好，我是心理咨询师刘霞，就是前几日被爆出的无良心理咨询师对话的主人公。很抱歉，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占用大家的公共资源。对于该录音中的恶意剪辑及不实曝光的问题，目前正在调查中。对于关注此事的朋友，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在此，我要对因此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道歉。精神健康的人总在积极地生活着，制造谣言的人永远躲在最阴暗的角落不敢示人。我希望大家都在阳光下爱与被爱。心动的感觉，心动的感觉。哎呀，心动是什么感觉？心动的感觉。我就出来看看怎么回事。我要不要关小声点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你继续就行。不用啊，不用不用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不怕吵也就喝，来来来，干了干了。干了干了。你看起来好像很开心啊。我开心啊。啊，那你是太清醒了啊。喝了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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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啊，干了干了啊，干了干了。啊，已经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哟，别喝啊！啊，喝了，我都喝了12瓶了啊！12瓶了？啊，12了啊啊！你酒量太好了吧？不行，我要赶上你啊！喂，你别喝了，你都喝24了。我喝24了吗？对，你喝了24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那不喝酒玩点什么呀？啊，还玩？休息会儿吧。啊，定，等我一下。什么会了吗？哈啊！打灯。哦。灯光其实。哦。给我打灯是吧？给我。哦。健身。我把手掉了。哎哎哦哦哦！小心点啊！啊！
休息会儿吧，好吧，休息会儿啊。休息会儿。休息会儿吧，你喝的太多了。我喝了多少？你喝了24瓶了，都。哎，怎么能喝这么多呀？是啊，喝太多了。不行，再拿点酒，再拿点酒来，酒呢？酒呢？24瓶，不喝了吗？别吐啊！都会好起来的，不要被打倒了，不要被打倒了。哇，你醒了！啊，我这刚写完剧本，出来透透气，顺便收拾收拾。啊，我来说说。没事没事，我来吧我来吧。没事，你休息吧，我来收拾就行。这次写的有进步，是，我也觉得。怎么样啊，哥？你觉得怎么样啊，圆圆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自己觉得呢？我觉得这次还行吧。不好吗？确实比之前好了一点。这次没有但是是吧？但是，你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为什么在情感上永远这么被动啊？哎，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写单相思？你写写我呀？哎，啊？可写你？确定吗？不确定啊，你情感经历太单一了，你得找一个形象参考。
要不然你这个戏看上去真的很别扭。哥，我这是一个校园戏，我上学那会儿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的人物小传里没有这撇事儿，不可能校园。不认识我难道没有跟你讲过我那些事儿吗？上学以前不能写，你不能写以后吗？哥，你确定没真写你？你干嘛这么小声说话啊？我跟你说，男孩和女孩在一块儿谈恋爱，年轻是吧？年轻了当然就冲动，冲动了就会犯错，犯错了才有戏呀。你就拿你这个剧本里面男女主角两个人喝醉了酒，酒后耍疯的那场戏来说啊，挺好的。但是为什么都已经写到这个份上了，男的还要被女的带着跑啊？太被动了。谈恋爱要双向奔赴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哥，我虽然没有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，但谈恋爱之间的事情我都懂，那些桥段啊我都很熟，顺手就写。我现在就是一直都找不到那种感觉，所以就陪着我走了很久，一直走到晚霞盖过你额头。紧握的双手抵过了无数的寒流，是你给了我整个温柔的宇宙。你时刻陪伴我左右，像星星躺在月亮胸口，我们一直走，就这样一直走，在身后一直有你跟踪，保护这一生给你厚重的胸口。常轻抚我额头，说你会陪着我很久，直到世界尽头，一起跟海角相拥，在等候，静静和你相拥，相信我们的爱会走到。在我的心头藏了很久。